你是号主是吧，哥们儿？对对对。你是号主的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在打联赛的时候升永王？之前升的，我没看时间，没算好，这就升了。你怎么确定你是号主？那部落冲突的部落叫那个大唐盛世，对面联赛，然后，你们联赛的第然二后名那叫什么个名字？我没看，然后他那个杯数最高是5130，你看一下是不是？可以，兄弟们，这确实是号主了，秒了是吧，兄弟秒就行了。？OK，好，听你的，直接咱就秒了。玩的是一手雷龙，说实话，你想打几号？打对位吧，要不然乱打的话再被说不好。打对位你打不过，说实话，兄弟。这不是靠你吗，哥？我打不过，这不来找你了吗？你听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让我再听听，我没听错。我说我这不是我打不过，我来找你了吗，哥？你打不过，那我就打得过。我相信你，好，哥。你相信我，我不相信我呀，咋要帮你相打信呀，哥自们己，儿？加油，奥利给！加不动油，哥们儿，你的蛮王呀，才50级呢，他是11本的科技，蛮47级的王，永王是一个13本的科技，然后呀，你带了8瓶冰冻啊，对面啊都给你冻感冒了，冻就完了。哇靠，全是毒药塔，兄弟，太难打了，咱要不然直接猛攻一号吧，哥们儿。那行，猛攻就行，到时候我再说。到时候是吧？你就说数，到时候你要说是我打的，行吗？到时候我就说我表弟打的，我没打。说表哥打的，啊，我表哥打的，猛攻一号啊！好，攻就行了。咱的话啊，给你，这号这个，咱们的话啊，给你造个隐身，造个毒药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咱们原兵再改成一个狂暴啊。这样子的话，4瓶狂暴的话，加上16个气球，总体来说还是打不了三星啊。来，咱们给他减上啊。这里的话，咱们请求啊，带上一个狂暴啊。然后的话，援兵的话，你有透支车吗？投资车有好，有透支车啊，那咱们就要一个啊。再看一眼阵型啊，猛攻对面的一号啊。来，咱们先看一下阵型啊。雷龙的话，投石你想放哪呢，哥们儿？没有地方放怎么办？没有地方放他脑门上。这个阵可以飞艇爆本，飞艇爆本，但是你怎么划过来？这边有一个鸟炮，可以从这边飞，然后依靠王呢，可以了，我已经想到路线了，兄弟，我已经想到路线了。你想到你打就行了，你可以秒就行了，啥？好，给你带两个超炸，还再捡一个。俩超炸的话，这边还差四个空间，带俩野蛮，俩弓箭手，行，OK，造成这个样子之后，再带一个飞艇队，飞艇直接飞对方的大本，好，给他秒了，全部拉满，科技太低了，永王好一手，好一手，各带各的是吧？蛮王记得带凤凰，知道吧，哥们儿？蛮王我们要带凤凰。完永我王的不话管带这他，个没毛病，技能的话可以，你技能等级非常高，可以了，OK，咱们直接发起进攻，OK，两星兄弟，当你说出两星的时候，这一把那可能就是两星了。这我个相阵信型你我可没猜以。错的话，这边是没有气球，听我的，我们是可以直接飞到大本的，好，非常的细节落在这儿。爆掉大本之后，咱们放一条雷龙，可以拿来断边。劈两，哦，劈一下就行。这里放一个气球，再放一条雷龙，兄弟。OK，一字划伤。兄弟，你觉得这把还有机会三星吗？能不能三星？你有没有对三星抱有一点幻想？0.998%幻想。OK，兄弟，一点幻想不抱是吧？行，算你狠。冰冻冰一下爆对方的跳弹加农炮，321开启金身往前推，稳住前线，超炸开这堵城墙。闰土从这边方向收尾，
他一直打的是谁呢？他一直打的是我们的投石炮啊，稳住前线，再补个狂暴跳弹蛟龙炮，还有这个多重箭塔，伤害非常高，来给他来一发冰冻，稳住劈两下，隐身遮住一手，准备收尾，别着急。这边的话，咱们闰土把这边收掉，毒药毒一下，给一发超炸开堵城墙，埋伏还能进去里面。手上还有一条雷楼，手上两个冰冻，兄弟，很多兄弟已经觉得这把已经删不了了，其实不然。我靠，完了，兄弟们接的慢了，挺难受的这一波。弓箭守一守，雷龙，好，这边把他打掉，冰冻，嘲讽一手，甩波技能。好，兄弟，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现在充值刷个秘境。不，兄弟，我是想听你说一句夸奖我的话，而不是说刷礼物。表哥，表哥牛逼，表哥有实力。不用说这种话，你要说的是小心打联赛太牛逼了，以后有联赛我必须找你。OK 了，老铁们，小心打联赛太牛逼了，以后打联赛必须找小心啊。OK， 兄弟，行。